这是来自我们翠屏女子三头鼓励铃，掌声鼓励。关圣帝君的圣诞千秋，我们的五虎将
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，他们组成今天的贺硕团，来到我们的关圣帝君圣驾前来进行祝寿的仪式。那么也让我们掌声鼓时期，我们的蜀汉五虎将的组合，在我们的正统组团前重现的哈。那么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医生老师带来非常精湛的表演。给我们所有的医生老师再一次的掌声鼓励。我们也要感谢来自我们翠皮地震会馆，我们的翠皮女子三通鼓莅临我们大溪，来参与大溪古戏堂恭祝关圣恩主1865周年圣诞千秋的平安绕境，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。谢谢来自我们翠皮地震会馆，我们的翠皮女子三通鼓，以及我们五虎上将，我们的贺硕团，莅临我们大溪古戏堂十年正统组团，代表我们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郑鲁祖、简宏宇董事长向大家致上欢迎之意。再一次的掌声鼓励，非常精彩哦，非常精彩。
两名拍开，诚心敬意，恭迎桃园天圣苑风师文主关圣帝君圣驾鸾轿莅临咱大家普济堂，大公正路主坛。圣诞千秋，万寿无疆。
那么咱同仁信馆，就着咱邓福祥馆长，以及咱杨灿林大总理，咱郭文通董事长一同，来进行着咱这一次破阵的咱第二架楼主简宏宇董事长，咱的挥杆舞伞，目标何变之中。王曼主席，掌声鼓励。代表着咱台铁宝地堂，咱的大公谢楼主，咱的谢楼主官，向各位弟兄敬意。来，五五向前向前哦！江山万家，江山现信馆关心帝君，列位父母尊神，世界万教廖敬行庭圆满。来，再次用银杏冠军奖项鼓励。再次感谢我们全盛馆，我们的邓福祥馆长，